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小法国。哎，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大家应该刚刚我看到大家已经沿路唱着。来自星星的你，没错，来自星星的你，来带着你哭嘞。Great back here, you are my. 好嘞，好，来小法国。刚才大家可以注意到，其实沿路上有一些小王子的特色，没错，他这边特色就是花星星小王子。好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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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。我跟你讲，我跟小队长，我们外差一颗。好吧，我们在门口拍了一个暗战术，他跟我对决一个小时之后的暗战术，好不好？哎，我没说好哎，什么没有？你是男人啊！一球就一球，哎，我怎么了？你听我说，一球我也可能会输啊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可以来，等一下，一球而已，是一球很重要，一球，哎，我们有九颗球，哎，你又心软了，你怎么样啊？就是输定了，所以说他们一颗，不行，不行，对手都长输了，还有在这边讲话，可以宣传，队长帮忙宣传，队长帮忙宣传，队长帮忙拉票，可以宣传，你们就更输了啦，不要，真的不用宣传，就好吧，赶快进行这个，这个就一球，好吧，一球一球，不行，一颗来，一颗就一颗，一颗来，一颗来，一颗来，这关比这关来就一颗啊，出，下好离手哈。大家请照着念。超级联想王，牛奶小王子法国村，寻找提示宝盒，限时内解出最多道题目获胜。那这个就赢了嘛？几颗几颗忘了？这颗五颗，然后又从他们那里拿过来一颗，我们就六颗。他们本来是九颗嘛，九颗拿走一颗就变八颗，对不对？他两颗还幻想，好爱幻想，就这样啊！就跟你讲，不用宣传了，你还宣传？不是可以宣传吗？可以宣传。来来来，手机拿。好，那趁两队队长在宣传的时候，跟大家讲一下注意事项。好，请说。啊，等一下呢，你们在园区就要寻找像是这样子的宝盒，它可能法国哦，有个丸字哈，请认明丸很大的丸字，室内室外都有，它可能不见得是这个大小。哦，重点是它可能有好的宝箱，也有坏的宝箱。哦，它里面有可能有些任务宝箱，需要完成任务之后再找到下一个宝箱。四个人一起完成，所以四个人需要集体行动，不能散开哦。那宝箱里面有提示就对了。对，里面有提示，它提醒各类型很多，它会用颜色来区分。我们这边在录影，那那边在滑鼠。对，我有在听，我们也不会输。他也是认真在拉票啦，很怕输啦，很怕输。重点是，你如果乱答，就要蒙上一个眼睛。哎呦，乱答蒙哦，又是龙，重点用这个海盗般的眼罩。好，好了，那所以懂规则了吗？让我们进行观看。走呗，走呗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来来来，里面也要看，里面也要看。但是加快脚步，好不好？就我们现在是，不会到这种地步。眼睛放大。对。哎，不会藏得很刁钻吧？啊，他们应该会哦。有些会。OK， 好，这一区看完了，撤。我看到了，雕像，蟹子，哇，哎，刁钻哦，太刁钻了吧，这个，对，这帮我发现它，来来来，但是哈，我跟你讲，我哎呦，好多卡，哎呦，总共有三种颜色是一种。哦，总共有三题啦。我拿超不同颜色就对对对，鲤鱼越多越好。所以你们猜到是什么鲤鱼？拿出来蒙眼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先都看完，有确定答案了吗？等一下，这是一题，这是一题，这是一题。好，这应该是在观众面前耍大刀之类的，对，没错。但是那药单是什么？还会有其他的相关的药单？药单，比如说恰贵贴有多吗？请鬼要药单，没有，我们可以读，可以读通过拿。十分钟内哦。不，先不。他们照的。他看仔细哦，没有啊，没有可能会有吗？有，他说有，室内会有。对，哎，你的11点钟方向，11点钟。好的，
这也太厉害了吧！没有，花莲人，你真的很棒。我们每次会打飞鼠。哇，超厉害耶！棒，来，速度超快。会不会他们已经拿到六个了呀？什么意思？说，赶紧拿一张。俚语。俚语题还是它是一个题型，会是个颜色，所以你们现在拿到两个俚语题，然后呢，没有任何说明的。哦，好，我们继续边走边讲。你们收集一下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没有本钱输了哈，不要再瞧不起他了。上次都要看，他却会藏在那个里面噻。太好了，水呀！哎，跑过去。睡，谢谢你，可以，哎，我们这么快代表。哎，有三个，啊，这我先。那这都不一样的。他谁？愚人节，愚人节，李雨婷。一样延伸同一个，这两个同一题。对。哦。什么牛？他在喊牛。对牛弹琴。就是他在喊牛。有答案就可以说。艺人题。对啊，然后有一个。没关系，我们再找一个。到处都要看。好。那就是不行。哎，刚刚录音出来的，没有，走了，结果你演的时候有。对，真的看了，不能相信。因为我现在想这个蓝色，你们已经猜了。蓝色更多。四三七，这么多种题型也在。好了，再来一种，一种，好不好？不要掉。来，我来。以歌是三七，就是说应该是啊，然后又有原著歌是三七，就是电影水歌是诺瓦，可是他原著名哎，三七原著名不是他不同题的，不同题的，他是蓝的，跟这个不同题的，这是紫的。我在想是不是有就是水，然后陆地，然后飞的，然后水的话就是有可能是高凌风高达的，反正我觉得怎么选？对啊，这好那个双栖动物。提醒都给我了，有点难。有，我看着这边那么窄，太难了。因为有可能宪哥也会抢走我们的变身时间，全队变装成为狐狸后才可以继续出。什么啊？哇！这么快，狐狸啊！你那个头就好像变成很热哎。这个超费时间的啦哦。是。哦。都要看。哎对，我李毅，你眼睛好棒哦！哇，你也是可以行事组嘛，对不对？我找蚊子超强，我超会找蚊。对，太厉害了！哎，又粉红的，我们一样的。我们先收集，然后再一起解答。一人题。13鸟来伯啦，乌来伯。鸟来伯来找。喂，我们来去往会找。这一群是谁呀？对啊，这群是。这该不会是韩国的那个？对 ，Brown Eyes。王彩华有没有？就是 Bobby 啊。王彩华有没有唱？有没有在鸟来伯？有。确定吗？确定。王彩华。要作答吗？要说正确答案。正确答案，王彩华。答对。是一题，来一题。来，这很热，这还会消磨战力。好，走。我的背后帮我拉一下。好，狐狸变身成功。所以那我出界了嘛，对不对？在过那个才出界，过那个。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对，是啊，我去，快！你们在边看别的地方有没有？好。居高临下。居高临下比较好。对。哇哎，有别颜色，拿下，怎么都别颜色，绿色，绿色跟绿色是一体的，对。你这种什么马啊？啊，你认识什么？快再出这边。黄飞鸿。不是，李宇春马。飞檐，没关系，先看。小李飞刀有没有什么小李飞刀什么的？不对，不是小李飞刀。都不是马。走，先走，没关系，我先走。没有。对啦，哇，也蛮多的，数量蛮多的。留下美好。寻找三位小王子。合照。黑的小王子三个就有了。一起合照。一起合照，这是真的吗？不是，那不是他，不是。哦，就。他是吧？
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来来来，拍拍拍拍拍，来来谢谢谢谢。1、2、3，有有有有。好，这里面还有几？三个，要完成这个任务才能寻找下一个任务，再下一个。好好好好好好。来来来，大家来哦，小王子来，1、2、3。好，再一个，这个可以吗？这个不是，有有有有有，好来，有，来，小王子哦，小王子在哪？在这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有号，1、2、3，王子，要给你看哦，继续找哈，好 ，OK 了啊，好，过关。啊，那个什么，秦鬼拿药单，那什么？什么什么？秦鬼拿药单，哎，秦鬼是拿药单呐？哦哦，对，确定，确定。睡睡睡睡睡。兵器故意。我刚。那这个还不着急。一题一题答对嘛哈。哎。我拿。来来，可以可以。小心你不能再受伤了。那个小心，还好我一枪高。哎，哎呦，好几张刀。粉红的颜色。艺人，艺人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蓝色。斗一下，斗一下，快点。它有全部一样一样的。绿色的，绿色的刀。关公面前耍大刀了，答题。答题，答对，我看看的，又对一题，又对一题，又对一题，这个两个是一组的啊，对。没有答案，我们就先再找。好，好，好。这边有四张，这边有四张。对对，哎，那一个找过吗？可是没有了，算了，来。哎，这里有一个盒子啊。哪里？真的有，他放在手上。眼睛好。快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好好好，他们容易。有个字的，有个字的。他们容易，我们也不难哦。不，我们容易，他们也不难。这个是那个营养三明治。为什么会有营养三明治？鸡笼。狮子。十张个人。鸡笼。那个人住鸡笼。在。因为他啊，头发对不对？耐心被磨完了。我想开沙地。好，现在右三追上去了，右三追上去了，两个脚程最快的现在互相追逐。干死他！那个谁，然后就突然伸个头面。等一下，别跑，别跑！张个人，基隆，那个人住基隆，在罗志祥，因为他啊头发对不对？哦对，罗志祥答题，答对，答对，哇，三张一样，哎哎，我们眼，我们眼睛厉啊，我们眼睛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这个，这房子面前进去稍微晃一下，好看一下看一下，有。查字典快手，在辞海中找出"小王子霸国孙"六个字，就是意思我们要翻每次。念快，你们先想一下这个。小王子霸国孙，小霸国小王子霸国孙。这怎么弄啊？我不会，你会不会？你会我来哦。哎，西哎。我完全帮不上忙，对不对？哎，找到了，这里。对，看到。来，哎，赶快找机会休息，快点坐下，坐，坐坐。进来，进来。蓝色，蓝色。两男。这边还有一张蓝色，你看。来，还有一张蓝色是吧？这边有一张。哦，一人体低咖万能。她是女的，女生。这不能。女的。一张团女生。啊，那个 Hebe 是不是？
他为什么？团体专辑。对。团体。啊，那跟主角什么关系？对啊，什么关系啊？对，要有关系啊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知道专辑只是他来唱。所以是一个人吗？对对啊 ，S H E， 没错。好，那这个是因为那个谁啊？那个 Ella 是他们家是屏东人吗？对 ，Ella。是的。睡。哎，不用时间呐。来，没关系，静下心来，可以的。来，这是什么？四七九。追。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，因为已锁定你。我从不写空白的日记，日记里全是你。好，好，结束。来，就。那个已经答过了，哎，这边没有看过。哎，这里一个。哎，睡。这边。哎，点不了。帮我拿下。睡客。但里面还没看，红的哈，碎碎碎碎碎碎，哎，这个都一样的吗？对，切切，这个也算红吗？这个红色不一样。这个，那这是粉红色还是红色？这张也有点奇怪，这张好像不是红的。这个这两个颜色是一样的，这两个颜色是一样的。这三张我要打了，还有一张红色。各位。细汉大汉，细汉大，细汉偷板斧，大汉偷砍骨。三张啊，好，快。快！上面那个，你眼睛去拿，去拿。你眼睛超好。好出。那件好像还有一个。派出猎犬。年太好了。这个拿过了吗？黄色，黄色，黄色。来。黄色，黄色，黄色。黄色好。两个饭。两个饭。俚语，俚语，肃静。吃饭未用讲话嘛哈？吃。讲话。吃饭，吃饭，皇帝大。对。好，试打这个。请回拿药单。答对。差一张哎，好强啊！饭饭饭。等一下再说。饭饭，你要猜吗？你是说什么？那黄先生，你就讲一个那个什么假美男公会。不，不行不行。私奔皇帝大。对，私奔皇帝大，假装红带多。红带多。你吃饭的数据呢？哎呀。帮赌一个嘛，帮我玩一只眼睛而已啊！吃饭皇帝大，答错，我就说不对，可以吗？哎，那边那边那些，我们先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七牌英雄，七牌英雄是什么？骑兵，是吧？还有一个艺人，跟艺人组。哎，一起走一起走。哎哎，答吗？答吗？哎，有答案。点点吃三碗公，有四个，有四个笨蛋，你们才笨蛋呢，是导演啊！点点吃三碗公，答对。Yes！ 这个在输人家，我去死算了。哎，不要跟他们去，不要跟他倒霉鬼。他们从那边过来的。对，剩几分钟。对的，我们往上。快快，不要管，不要管，我们从这边。我看到了，哎，哪里？我看到一个，哪里啊？蓝色。哦，他怎么上去？我上。一个下蓝色，没什么线索在。一级。好不啊！什么瓜田李下？我那是成语。这个牛。啊，那是这中午啊，谁猜龟？啊，对的啊。这波谁猜龟啊？这波谁猜龟啊？这题打错。蝴蝶，艺人蝴蝶，等一下，蝴蝶原住民，鱼，罗志祥啊，找个蝴蝶，打妹，他有演过斗鱼，然后跟蝴蝶一起，然后原住民，罗志祥，罗志祥，恭喜他，对，对，对呀，哎，哎，他们怎么会走过来？真的是四个，可以吧？找到机会就要休息呀，快点。哎，我有灰色，灰色的，这个搞不好我又答对一题。答过了，答过了。俚语，好，这答过。恰贵啊，刚刚那
请贵贴油单嘛。我们停剩一个颜色没答，其他都 OK 啦，够了哈。我们已经太犀利了，我们平衡平衡，让我休息一下。那他们那四个白痴为什么穿这么热，穿那个东西？对，而且他们从那边过来，其实这边这一区我们都拿过了。对啊，他们这里拿不到。这个既然经过，他们应该有经过这里。从这也可以回去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可以，我们就从这边来的。我们顺便用休息的心情散步观赏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剩一分钟，剩一分钟而已。五马分尸吗？我想要猜的是五马分尸，那是成语。那是成语。对啊，我们先不要参与。那成语。不行，要蒙一只眼，已经讲了。是那。所以你瞎了。不够搞。这个。我已经猜，我要猜这个。对。细汉掏坎骨，大汉掏。掏什么？哇，掏斑补啦。哦。细汉掏斑补，大汉剃。掏坎骨。好。哇塞！你好。好，欢迎主咖再来再次回到。里面多了一群动物，好 Q 啊！而且还有很多眼罩，好厉害！然后我问一下你们，所以你们解出几题？四题还是三题？三题，还有哪几题是没答出来的？很多很多，哎这边拿来，我帮你答答看。你也可以拿来，我帮你答一下。我全答对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没有，你真的，他真的是秒杀，最强的。哎，就让宪哥一个个开始。一人这个是冰淇布嘛？彩华啊，对，王彩华的冰淇布，啊，他也演金牌英雄嘛。那我们来公布一下现在比数，就是这边七分，这边三分，组队获胜。各位不要看猫没有点，麦看尿不点。那我们再一次恭喜组队，来，我们拿到五颗星。好了，这段就要结束了哦。结束啊。一小时到了。那现在就来公布差赌的结果。差赌的那个就算了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是不是在拍照的时候就已经跟你讲，不可以宣传说来按赞？刚刚有讲啊。刚刚说可以宣传啊。没有。然后我们在这里讲完之后，你又赶快拿，哎，结果我是干干净净的一张椅。那你还找佑胜的粉丝来看？输了，一定是输了。我拿下，我拿开，我要拿棒拿下来。不，拿下。来，手机啊，来，来，来，我们认真一下。来，你看哈，上面我只讲了，没想到我竟然成为他们两个之间的第三者。千颂伊爱你，都敏俊对不起你，回去你的星球吧，没了。我只写这样。好吧，你敢念出来你的吗？你念，来，我来念啊！你不要落了一句哦，我就念啊！好来，你们注意听，来哦！大家不要误会我，都敏 King 是在千颂伊的手哦。哎，然后要也帮我按赞，你看吧，他们刚刚讲的，乱讲，刚刚有说可以啊！你后面还有文字，你念出来。来，我的场是赢了，我私人提供两张。佑胜之旅，就佑胜的尿尿的照片，说到做到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奖品的，没有说可以啊，假票。我跟你讲哈，贿赂，对，关主有没有道理？关主，哎，这边宪哥27000，你们28000，28000，你看自己看，28000，28000啦，去头看一下，31000嘛。我跟你讲哦，那个很清楚哦，说大家不要在上面鼓励人家按赞，有没有？我特别讲这个，不能讲，不能讲。你来，别人说可以两个，可以啦。我说过有宣传，你们贿赂，带你贿赂，起哄队拿出火力出来，叫出他们，叫法国传媒查。讲话，一球就一球，一球是可以宣传，可以宣传，队长帮忙宣传，队长帮忙宣传。这个比赛在来场一个小时后我们来比，因为他有贿赂，但是刚刚有讲好都可以宣传。那我们再说一次规则，我们再延长在线一个小时，可以宣传，用多。over 的手段都随便你们。好，那我们延长在线一个小时，揭晓
我们要不要先上车？我们先上车吧。我们要先上车，在这边只剩47分钟，他们要认真上车。这边战况好焦灼。我们要不要承诺点什么？对啊，你要送送出什么照片？有的，有的，有的。如果赢过他们的话，我们就送佑胜的尿尿照片。好，那两张，那两张啊。先把手机都放下来，先把我分享，再帮我分享，对对对，太好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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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哥，可以了，哥，对对对，好好好，啊，平均，大家手机，好了，赢的就赢了啦，不用看了，好了，谢谢哥，不用看，谢谢，没有没有，我们怕输了，我也是看一下啦，下一下，看六万，六万三啦，好不好？对，六万三，六万三啦，你们大概六万八左右啦，我觉得，就是六万八，嘛，对吧？因为这个，一场5000的差距，4000-5000嘛。对不对？好的，那我们把这个一星球只有一星球，恭喜我们客队一星球，现在的战况是你们一星球，10-1，过一波，过一波，10-0。等下，哎，这个你拿一下。没有，我欠那个网友一张尿尿的照片。哎，你去尾那个照哎，我也不是安利啦，不是，因为我还有交代，被网友交代嘛，不是，哎，这样子对吗 ？OK OK， 其实宪哥故意不拉的，谢谢你让我们离神，那我们再说一次，谢谢宪哥啊，好了好了，谢谢宪哥，好了好了，给他们掌声，恭喜。